真侪人拢一定啉过咖啡，不过大家对咖啡相关产业搁要偌济？华南社区即摆和华南实验国小合作，开发一款特色的咖啡豆油。从一颗小小的豆子怎么来，然后怎么到一杯香浓醇的一个咖啡，整个历程，我觉得说是这套桌游最精髓的地方。为咖啡的种植、规矩的管理和咖啡加工，可以让靠一套豆油来学习。我们的桌游里面哈，从一颗豆子，从它的育苗，从它的栽种，到一杯香浓的咖啡哦，来对的话就是轻松的完成。透过咖啡豆油的推出，除了希望和民众在游戏过程内底得当学习，同时嘛来推广在地咖啡产业，嘛邀请民众做来参加即马当地举办的森林咖啡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